香甜奶茶谁都爱，可是奶茶对眼睛的杀伤力你了解吗？糖分在人体内代谢时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帮忙，而维生素 B1 又对视神经有养护作用，可以说维生素 B1 含量直接影响到视神经的状态。不仅如此，摄入大量糖分会降低体内钙的含量，造成视网膜的弹力减退，晶状体内压力上升，眼球前后径拉长，影响眼球壁的韧性，诱发近视。奶茶真的很好喝，孩子真的要少喝。